念佛功夫浅深，不是时间久啊，老修行不是的。功夫确实在这一念呢，纯不纯？古人讲，净念相继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，就是那一念呢，能不能相应？什么叫相应？净念就是相应啊，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净念相继啊，净念是清净心呐、啊，这一念相应呐、啊。我们今天念佛，念得再多，心还是不清净啊。那我们是净，反过来是慧，我们是慧心念佛，染悟心念佛，所以那个效果跟净念呢，那就差得太远了啊。还是我们放不下吗？还是我们舍不得这个世界吗？啊，这经上明明告诉你，于一切事处事中，无有伦比。我们对于事处世间一切法，总是牵挂住，总是不能放下。没法子，真放不下。为什么呢？我天天是要生活啊。我还有明天呢，我还有明年呢。想的太多了。要怎么个想法呢？我在前面跟同学们说过啊，印光大师每一天想到死，我从这地方有点领悟。我每天想到今天是我在这个世间最后的一天，没有明天的。明天早晨醒过来了，哎，怎么又有一天啊？这是最后的一天啊，决定不去想明天的事情，只有今天，今天我该做什么？应该念佛求生净土。其他的事情应该放下的干干净净。为什么？假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无论是顺境逆境、善缘恶缘，平等的方向，我们回归到净念相继。
这个效果就大了。为什么？每一念跟阿弥陀佛都相应，真的，古人讲的没错啊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心足心实啊。心本来是佛，我今天念阿弥陀佛就是作佛啊，我本来是佛，我现在要作佛，岂不当下就是吗？所以这个跟禅宗一样啊，原理相同的 啊宗门老师常常看问学生，你会吗？净宗也不例外，你会念吗？会念跟不会念的差距很大。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很多大众啊，提出很多问题啊，这些问题什么都是废话都是妄念啊，妄想都应该放下啊，你修净土了你还会有这么多妄念？你没修啊。那我为道场为众生还是假的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是净念相继，你肯定得诸佛如来加持啊，阿弥陀佛护念啊，龙天善神帮助你处理这些杂物啊，不用操心了 啊一心专念啊，我们也相信不出三年你成功了，你做佛了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，经上讲的字字句句是真理啊，心足心事这一句是净宗理论的核心呢。你为什么往生能成佛？道理在此地。